今天又台起家好，下午三点半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了》，我是刘慧珍，阿慧珍哈，今天是拜日好空气来报道的单元，而同时又向今天又安全下来关心的俩话题啊哈，俩是黑工多，俩惨天时来讲，今天讲青海青叶变化呢，自从是大流加强款，俩上周呢寒冬小暖呐，下周呢是鲜明转寒嘞，哎不止哈，你讲开会寒冬啊，俩心血管尽头变严重的没看到，就俩。研究指出，寒天啊，甚至那个心脏病好点点适配的那个案例啊，吼，系那个热天的三倍安多哦。所以啊，按讲到，俩天气变化太，预防心血管偏气的发生是当要紧的。诶，今半夜又是当欢喜哦，多俩现场哦，诶，请到陪我来聊大家来讲到俩方面的空间话题。陪我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，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请陪阮到桃园县来的，东方县建议到底到两片来讲咧关心这个问题。好，安吉妹好，请到陪阮来到安尼现场啊，来到大家来讲到了解心脏的问题，好，安尼运用办起预防，运用办起了解照顾，还有到了解新的部分，好，安尼运用来到来注意。头先啊，回正就又提到咧，天气冷的时节，安个好点点嘛，好，因为了解心血管偏湿，好，安讲到死亡的比例，算起来很热天的三。会安多咯吼，从安样来讲啊吼，因滴心血管嘅一个问题啊吼，仅仅系一点重要，安样办来照顾咯。因讲保护好因滴心脏啊，你系做得降低一个死亡嘅一只几率咯。一行下就我来问下因滴陪伴啊吼，因滴讲到一个心脏吼，头先讲到心脏都系心血管嘅一部分咯，要好好来照顾。多，不过，哎，你心脏嘅一只功能哦，做得先来老乡亲朋友先来讲下哦。好，大家好，你喺度讲咧心脏嘅部分，心脏当然就上肝嘅左手边啦，吼，上肝嘅左手边。喺你喺每款机你喺按台仔咯，吼，其实是上肩跳好睇，你喺模型。哎，你陪我你喺胸跳啊，用你只心脏哦，是动台仔，唔讲你款机嘅，即系用肩跳嘛，按台仔听听。好，好，我咧讲咧心脏吼，咧枪式嘅部分系静脉吼，佢系从血送到咧心脏。地薄气哈，还找到了心肌的片，打到了风塞，打出了微信那样哈。还来你讲了又上跳血管系，就讲冠心症的主要那个。所以你俩是系蓝色的，呛色的，呛色的，老两个血送到你心脏，会将心脏哈，到了心脏长高，透过心脏长高送到 Andy 啊微信哈，给所有的微手全身的俩血管。还你还讲哈，冠心症哈，又上跳血管一定要注意的部分。好，咱先拿起来问大家看下。嘿，也系人母亲哦。好，大家看下，俩左手片，俩片又挑吼，很多右手片，俩片，还有又挑下紧做俩左手片，俩又两挑吼。嘿，好嘞，左手片俩挑下着右冠状动脉吼，俩右冠状动脉系很多俩心脏的右手片，俩边还有右心俩片呐吼，还俩左手片又两挑下紧，一挑下紧就左旋降支，俩系个很多俩心脏俩心尖的部分，还有前挑俩心脏的。部分啊吼，哎，很多俩左手偏俩偏就左旋降支，它你的意思是讲俩血为啷走到心脏的后背，然后上条血管是俩心脏主要的上条台血管。哦，所以因讲到了个心脏的上条主要的俩台血管哦，都对因的个俩个身体来讲哦，真正是一点重要，因为因的心脏的功能哦是系因讲到老血带落来嘛，吼，叫经痛痛咯，讲心脏系讲一下。摸听筒的细节，嘿，个血是打不出去，打不出去也是这俩血，后尾就到无信息，后尾就到跳脑去，后尾就到该读书嘛，尾就到四肢吼，都会就受影响。嘿。好，所以讲到了哦，哎，你当然乡亲朋友是想讲，哎，你个冠心病、冠心病啊，吼，上来是系你三条的血管出问题咯。首先讲到天时对你三条血管感系都安泰的问题，也系讲对其他血管其实蛮强弱。佮对其他血管嘛是强弱的问题嘛，就你偏出问题，其他无线的都嘛有可能会出问题啊，样。所以你就讲到了解心脏的一张，你讲功能咯，啊用来老大家来讲到，头先 Andy 陪我们就提到了吼 ，Andy 都了解上家的吼，了解 Andy 的左手边两位吼，所以 Andy 心脏还个从俩肩头嘛俩安泰扎，好了解从肩头嘛安泰扎的俩心脏哦，所以啊附近 Andy 讲啊全身的了解血的一张部分，哦老去打出去嘛吼，也有血管 Andy 讲到的啊想讲运送 Andy 的了解身体的了解养分，啊用来讲啦。好，好讲到你可能乡亲们又是
哦，咱讲了解冠心病、冠心病哦，吼，是系两三条神经。不过，因滴个心脏嘅问题，其实含有你讲动道中啦，唔系单腔嘅中啊。从头因他们就讲了解，心肝还有杂质啦，也很用半心。哎，我做个先老老乡亲朋友讲哈，除了冠心病之外，哎，有动道其他老心脏。有关联性的了解，应该都偏痛的名词，好，记得是手脏都来偏。好，所以现在都讲咧，先天性心脏病吼，先天性心脏病的意思，讲伊声音讲出来是这个心脏可能天性，个心脏是本来会做受偏嘛，伊可能有弯偏都进受偏，就等于是进受偏，它就等于血管啊，俩血管的部分都会歪退，会转，会转，转位。会弯偏那样，伊血管的位数本来的位额吼，应该是多一个，比如讲是应该两个红色的也会，伊会弯偏，弯左手偏那样，会左手偏那样，右掉偏是那样，右掉偏哈，其实会该瓣膜吼，会唔会关起来？就房室隔房室缺损啊，唔会关起来，那是先天的性虫偏，那是先天的，那右掉因是够黑啊，黑啊是这个性黑好够，是这个左边俩性虫会打出去也是会好出力，因为黑好够嘛，吼，还有性虫是好出力，俩偏是会好推，还大白个都是天宫的，是这右掉因为讲俩黑心脏肥大，是俩种诶，是高血性。你讲你用俩种诶，吼，心虫咪就变到黑太，黑太会太多几多几太渣，右掉因好太又太够，性虫一般。一胎一半，盖板胀，安胎胀，嘿，安俩时间伊个颈条是袂动明显，是袂康鲁马袂跳起袂干枯，讲话康溜腿是动得袂干枯安样。对，康溜腿有的人讲可能会上下溜嘛，上溜袂有人行，下腿拍袂有人行。都袂嘛，袂有掉颤抖。袂有，有的人康鲁有些有时间因康鲁康康还是袂跳起干枯嘛，有掉安样样。嘿，见到紧张从什么样样？好，所以你再讲多两个信创片，安就掉因黑工。就中因是风湿性心脏病吼，你啊中诶风湿咧，啊你讲风湿很歹，风湿其实是有细菌，佮掉到咧地板有瓣膜，他讲落咧地板有瓣膜，瓣膜是两片，拍色咧吼，拍色，拍色咧，也就洗只卫生系拍色咧，都系瓣膜吼，伊可能咧细菌掉到咧地板，细节咧会。有一些最深物会搞到两片，它就是听筒黑，一度也会到卡黏的，卡黏掉到个片，其实了是会听筒，了开始送出去的，它又掉因两片蛮细，又掉干枯的听筒所以多两片那样。好，所以都了部分，用来老太家来讲，都了是 ND 给了个瓣膜给扎，心脏病嘛，是心脏病咪算是安样的哈。一种重因就动道肿的哈，假设你了下讲到咪有动道肿，还有其他的名字是大家哈创头有糖多诶。好，还有也可能是颈后来讲呢，有点毛球肉受伤诶。你好，讲你还讲个冠心病吼，大部分因为讲你高性痛，高性痛嘿，大部分因讲吼，高性痛两种诶是，系讲有种意思，血糖基本上性冠头样动干骨，其实讲诶血糖错下，其实会好好对哦，两种诶是高性痛。哦，所以爱你下假使讲有强讲性冠头会安样啊，起到有讲弄杂质啦吼，唔舒爽诶时间吼，啊错下，其实会好咧，会好体。嗯，还有种意思讲错下唔会好，其实会变伊是掉肉。因为好轻松对哦，还是讲两种是前面前期的时间是安样，是讲后背，然后血管吼切摸动刀去切可能一半，的时间会高兴痛，是讲切动刀其实70%以上的时间了是心肌梗塞，是讲心肌切刀安样，心肌切刀的时间，人伊连血肉都摸好，血嘛摸好，啊，然后时间就更快转去一人快线上安样。哦，安样，所以你讲到了解。因个高性酮来讲啦吼，其实嘛就是心脏潜水性嘅了解，因讲共融嘅了解容易唔来，时间了解，咱就讲到系了解高性酮嘅部分嘛吼。还有个了解高性酮，哎，有一张啦，我讲嘛，天气酮浪，天气酮浪啦，你下冻浪，时间太干咩？如因讲，诶，早起红了一群，我系因可能是水道街水唔会红，你当然系冻浪嘅时间，一血管会揪起来，会揪起来嘅时间，佢本来是好切度咧，错，还有。叫起来，佮血是讲起的，还有后面佮血，佮筋又是会切到，还其实唔会疼痛，还有些节是可能是会有点干枯，还跳绳可能是系咧一片杂杂，就应该讲上马骨。
是轻度安用。哦，就本来个那种太湿，太湿工轻度安用。一个心肝跳，一个胸部跳起来，安用个只感觉。感觉伊对系安用。已经讲个跳起是动难的吼。他以前讲高兴同可能十五分钟是差不多，其实会过体嘞，差不多十五分钟，还只是系心肌切动啊，了是魔法图，可能三十分钟起码唔会。唔会好轻松，所以你个高兴同做得短长的时间，唔松松停停。假使系你下讲到两人外种按照心肌切度来讲，好，你可能是一下是好麻烦，或卡起咯，你是动顶脚。好，过来之后，你会有提到嘅吼，甜甜啦，也系讲一个心情各方面，你都咪系高兴同嘅一个原因。好，还有个脾胃，其实有只脾胃讲嘛，个按照心千气也是胸骨合，也是就头先讲是背囊也用背囊也更更哦，背囊骨两背囊骨两片，还有个心从两片会会用杂杂用干骨的感觉，还是讲心肌切到就等于动明显去会用连牵到，要左肩那一边，嗯哼，嘿。也系又等于你啊下巴两片嘛，会用轻轻的，会动干苦啊。好，你啊之前讲到你啊掉嘛，吼，所以你两片就一只嘛，时间最少来讲，动少超过十五分钟。假使系心肌切到来讲，好，你啊是诶你好点讲的哦，你啊是被三十分钟好高哦，吼，也得人讲来讲，佮佮轻轻放的嘛，吼。咁嗰啲人哋高兴同个之下，冇安嘅，啊，这个冇安痛呀，系讲冇安时间安冲嘛，吼。时间冇安冲。好，你是 Andy 讲到你个冲头 ，Andy 头先提到的你个心脏的平静的类型来讲呢，是有很多种的，哈，因为心肌切多啦、高心痛啦，还有头先讲先天性的啦，哈，还有就是你个血压高的，哈，你都很多种的，哈，当然啦，你个因为心脏的两问题啊，哈，肱二头，Andy 所提的在节目当中其实讲过很多种的，哈，好，搁接下来哈 ，Andy 讲冠心病、冠心病的你个血管切多啊，哈，甚至系用半心肌切多啊。昨天来了乡亲朋友来讲下我大家讲下吼，我到你下来看吼，血管起始是像一只血管那样吼，一条血管，然后我到血管吼，咱正常来讲，两片是系我到正常的血管吼，咱大两片，你吃东西的时间是肠道的肉，咱俩肉胶是会靠到两片吼，两大两片，它开始的时间你血按经过，去可能咱大两片冲过去，系讲经来经到经来经。太地的时间，佮可能是讲唔起，血流是会讲唔起。所以，哎，血是对两位安用下过来，两眼太偏的位数，全部都有切到嘞，切到嘞，哦，也是血很高嘞。你用看过了，你看下认认的要看，血管认认的要偏看吼，然后血管要用吼。要血管用过去，血管是动态。那筋络筋切到的时间，佮个管径是筋络筋细，它那血流是讲唔起安用，血流讲唔起，后尾是会干枯。所以从头尾讲啊，吼，系切到咧太挑剔，也系切到咧个一半下细嘅，好，下细是你讲下尾节嚟啦，吼，是上半下你讲下冇按绕嘅，假使你系切到嘅，因为心脏两位嘅三条主要嘅两个血管来讲，吼，你是一定要从问题是动态嘅，吼，好，你都部分按用来讲到啦，吼 ，Andy 讲一个惯性偏，顺来一个天时冷时节，我提倡乡亲朋友要注意到嘅，要关心到嘅 ，and 还有多一个筋痛啦，还有治疗啦，很多嘅部分，吼 ，Andy 代替有内到 ，Andy 自家要关心要注意嘅，吼，同样，假使乡亲朋友遇到有问题，家下就得打电话到现场来，先到两位 ，and 来聊下。